这美食作用太诱人，牛哥想整包带走。饼干是菲尔斯太太，在美国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。好吃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就是稍微口味比较没有那么甜的肉桂卷，很迷你，很甜，很可爱。美国是不是经常吃这个肉桂卷？我还蛮常吃的，因为肉桂有。不要我！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